方柱模板配单片折弯式可调加固件安装说明。方圆模板让建筑更简单，欢迎使用山东方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定制模板系列产品之方柱模板。700毫米乘700毫米，高1500毫米的方柱错层拼接安装过程。一、安装前材料工具准备。一、700毫米宽度的方柱模板8片，其中高度1000毫米、500毫米的各4片，可调式单片折弯卡钩4套，辅助支架4支，紧固斜铁16支，间隔托板2块，锤子卷尺及记号笔。二、方柱模板安装。一、取高度1000毫米和500毫米的模板各2片，依次拼接，确保卡槽接口吻合，在模板四角离地150毫米处标记，然后用辅助支架紧固。三、卡箍件放置步骤。一、取2片卡箍，弯头向上，首尾反向，水平放置在方柱相对两侧的辅助支架上。二、取2片卡箍，弯头向下，首尾反向，水平放置在方柱另外两侧的辅助支架上，折弯边缘与方柱模板外缘对齐，尾端依次穿过折弯处。三、检查四片卡箍件的连接，确保各卡箍件尾端外缘贴紧弯头底部，卡箍件内缘贴紧方柱模板后背木方。四、卡箍件的紧固，取四片加固斜铁放入卡箍件尾端的卡槽内，用锤子依次加固，确保力度均匀，对角线相等。五、错位搭接剩余的模板，取剩余模板依次拼接，确保卡槽接口吻合，然后用辅助支架紧固。根据卡件施工工艺，700毫米直径的方柱卡箍件间距为400毫米，现场截取400毫米高的模板。